嗨，两楼，可不可以认识一下？你要干什么？咱们就做做戏吧。昨天晚上的事情，你要是敢说出去，你试试。既然你想玩，我一定会和你玩到底。你娶的男朋友不是已经死了？到底是谁？在你的意识世界里，睁开你的眼睛。我杀了许金城。江墨烟很可能有新的记忆出现。只要有他在，我就只能是他的一人。我们早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你到底还要再隐瞒我什么？江总，这个游戏是你要先开始玩的。